我们先来看这台 Canon FT、那这台配原厂镜、还有颗这个镜头保护镜、这个、原持有者的镜头保护镜、那这颗原厂镜、大家看一下它的焦段、50、1:1.8、那这个快门正常、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、快门正常可动、那我们来变换快门速度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个前后皮革、前后皮革贴合、那还有这个原厂的、这个、原厂相机背带、原厂相机背带、那机身当然有一些使用痕迹啦、那大家自行判断、我们有拍照跟拍影片、自行判断、如果介意的、那就不用下标、你看一下底部、底部的这个部分、也都还 OK、那如果要打开镜头、打开那个底片室、它是下方这边转开，转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看一下这个底片室哈，底片室的状态，好，再看一下，这个快门都正常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Canon FT QL 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